哦，不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跟之前差别在之前这里都写得很飘很飘，这个倒是比较实在。看一下下面的都很实在，哦，都还蛮实在的。好，没问题。痛，不。下面的觉得是有时候是残掉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应该笔慢慢破掉，有些缺口。痛，这个痛为了把它盖上去哦，所以写的特别大。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想盖住后面的笔画，所以又稍微有点变形了。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写呢？应该这上去，可是戳太远了，啊，这里又戳过去，这里又写一横。那我们来看下面怎么写哈、哦，语本的话看不出来，图本的话这个是比较标准的，这里这个直接下来，哦，那这个穿出去，但这个点事实上这里可以一二三，我们看下面的哈、哦，其实如果照这样有很多解释啊、哦，黄卷是临的比较像，它过来直接划过来，是临的像刚才的冯承素摹本，那照本其实是后世的写法，就我们在写的时候，其实这里会点一个点再过来，绕过来。所以这个，如果你要临摹的话，我觉得黄卷本比较像它的原意啊，啊，比较像它是这样划过来，然后下来，只有这里可能稍微有点突出去，大概是这样写。嗯，这个痛就是写错字，硬盖上去的，所以其实看起来并不合理的啊。那你要把它合理，那当然没有办法，就照它。看起来想写的样子去写，他想写这样，然后又想从这边写过来。那有时候他写的特别重，我都一直认为他可能想盖掉下面的字，那看起来比较自然。可是事实上是盖不掉的。但是以现在的行书来讲，写错就写错，就点三点，代表说我写错了，那我就不去涂涂抹抹，让人家知道我那个字不要看，我不算。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，不过当时是没有这个方法，所以他也没办法，他想不出第二招来了。在这里面跳上去以后，这点是最后一点，不过他这里的习惯又来了，点了又往上，其实点了要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，哦，这个点就收势了，这个点也收势，都没有再往上，这个稍微往下，这个点也是稍微有点往下的感觉。所以基本上，他的最后那个收笔的动作，有时候会让人家诧异哦，他的方向性，事实上是跟现在的行书不太一样。在那种细丝啊，锋芒毕露，一定要保留，这代表你的技术好。然后第二个有看到，技术又好。那很多是有看到，但技术不好，做不出来。啊，这个点刚才提过，提个又要往内，没哦，这补的好可爱哦，其实这是一个一，然后补成这样子。好，它的笔顺很简单哦，一般的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一下来，有时候会串起来，直接一是最后一横。我们看其他的就比较明显啊，哦，这个看不出来啊，哦，这有了，这个绕上去这里，在最后就写一横结束。哦，正式笔顺是这样子，那只是它。后世是把这里连起来的啊，因为方便嘛，行书方便嘛，这里还分开而已啊。没，应该也是硬补上去的了，硬补上去。但是如果硬补成这样，也其实还蛮厉害的。那现在的没，中间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，不过以他当时写，没有想要连在一起的感觉。这个是在补的，蓝在写的时候，这里是连起来的哦，那是应该是纸本破掉哈、哦，不要找麻烦，把它分成两段。你看下面谁分两段了？都没有人分两段哦，不要分两段。那我们来看，其实这个地方后世在写这个的时候，通常直接逆上去，逆上去哈、哦，黄卷本也一样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缝本的时候。经常这个粗尖还是粗尖，照理说逆上去就好了，可这里还是粗尖哦。其实这一点跟后世的行书不太一样。
字写的有点拥挤了。拥挤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上去了以后，竟然是向内挤压的。那向内挤压，当然这里就挤了哈。那这里又重新出风，然后写上去。那这边就让它连起来吧。应该是杯坏掉才断的。要靠近，这边又拉出来，他的剑这次倒是没有，没有就交错出来哈。这个拉的非常的开，这个拉的非常长，这里觉得有点挤呀、短，往内缩，这里是觉得有点挤。吸啊，吸的笔顺，一二三划过来，然后就绕下来。哦，大家都一样啊、大家都一样，这没什么问题。吸，吸就写的非常的轻盈，轻盈啊，这好轻盈，连这杜笔都有点轻盈，一直到后面慢慢加重，又再滑下来，不拿起来哦。这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拿起来过的痕迹呀、原则上，他不拿起来就不拿起来，他拿起来你就可以拿起来。人撇短捺长，撇高捺低，然后这个捺的时候，通常这里有一个弧度再下来，而且像那溜滑梯从这里滑下来的效果，这一定要做出来。好，撇短。然后捺长，像溜滑梯一样下来，还有一个平台才结束。这个字啊，心啊，节省了一笔哦。这里还一竖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应该五竖啦，它少了，它只有四个竖哦。我们看其他人会不会这样写？不会啦，大家都是一二三四五五根啦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写四根哦，这也是五根，看不到。好，也是五根啊，回头看。现在就少了一竖了，这里少了一竖、不过你还是照写了哈，少一笔哈、它少一笔就少一笔，从上面写下来，然后这一笔应该再有一笔，但是它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嘛，然后这再上去又来一个细的上去，这里挤压两次，这边逆过来，硬硬的到后面再停一下。一下又再回来，上次这一点，上次这一点很大，这次其实也不小，没有上次大也不小哈、行，敢，这还是怪怪哈、起来怪在哪里呢？怪在这个心啊，心它到这里还是上去，正常应该中间一点，右边一点，但是上次也是这样，这次也是这样，唯一的差别是上次这一个右斜过拉得很长，然后有勾。这次拉得很短很短，然后停住，然后这个点好怪哦，好长，像毛毛虫那滑过来，然后再撇下来，而且点得好，那而且是交错，所以这一笔在跟后世写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感这个撇几乎是直线呢，有点直歪，不是斜的哈、那这里又是他的习惯动作，上面很窄，然后下面慢慢拉开。拉到心的时候再上去，这里又觉得又挤了一点，反正他每次都这样。好，这次短的不勾了，然后这个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，可以这样写。还是有点奇怪。是没问题。这里比较宽，下面比较窄，有时候上面比较窄，下面比较宽、是不一定的。直的话，这一次是上大，上面比较大，下小，那下小的话就不要拉长，到这里就缩了。有两个问题、第一个问题，这里又重新起笔，我实在不喜欢它这里下来，然后这里又一次起笔，然后又平行、其实这里斜的过去就好了。这个起笔入口很怪，第二个是它的间距也怪，一、二、三中间的空隙的间距不太一致啊。一般来讲都会差不多，你看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就是一、二、三三横距离差不多，
可是回头看你会觉得，嗯，它偏上面了。我从上面直直的滑下来，这里又起笔一下，绕上去折下来，然后再拉得很高下来以后，注意这里偏上面，带下面拉长穿出去。好，那这个间隔是不一样的哦。